其實同佢幾個月啦，因為佢其實都嚟咗內地陪咗我兩個月，係啊，嚟咗陪咗兩個月，咁所以其實係同埋終於有得可以三水號同一號都可以見面啦，咁所以都係開心嘅。咁希望嚟緊每一年都可以即係大時大節都可以一齊過到啦。但係佢同埋你咧，習唔習慣呢啲 long 啲嘅一啲生活？習唔習慣啊？其實因為就係唔習慣都要習慣啦。其實因為大家都即係係好渴望見到對方嘅，咁所以佢都先選擇去到內地去陪我咯。咁即係都知道佢可能唔習慣啦，有啲生活啊咁但係佢都好努力去克服啦。咁所以即係大家都希望攜手去迎接每一個嘅挑戰啦，係啊。即係去互相體諒理解啦，即係有時候連電話都冇得打一日咁，但係即係知道其實係為咗工作啊，咁為咗未來啦，即係相信大家，即係唔好淨係著眼於現在咯，係啊係啊，諗多啲未來可以啊，咁就好快過㗎時間咁樣。